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晨晨的分享天地频道。今天的折纸教室呢，要来教大家怎么折出一双拖鞋。看，那这个是我用大杯做的纸折的，那这个是用普通的纸来折的。然后，这拖鞋还蛮可爱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。那这次做拖鞋呢，会用到两张纸。那这次我是用大杯做的纸来做示范。那这个是长宽各15公分的正方形的纸，会用到两张哦。那我们先示范第一张，我们先做拖鞋的头。好，一开始我们先对折成一个三角形。好，对准好。然后翻开，翻开再对折成一个三角形。那我用这张大杯奏的纸是双面的，它双面都有图案。好，翻开，然后我们这边右边的尖端呢，对准中心点，然后这边稍微折一下就好了，我们做个记号。好，这边有个一个直线，一个压痕，然后另外左边也是同样的做法。好，这边也是用个压痕的压痕，然后这边也有个压痕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右边的，然后对准刚才我们折出左边这边的压痕，对准。好，好，那这边的左边的对准这边的压痕，刚才我们是这边有个压痕嘛，对准这边的。好，那把它翻开，翻开，然后往上面折。下。然后我们这边有直线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分三等份，三等份，目测哦，目测三等份。那如果你的目测不是很准的话，你用量的。我大概目测三等份，三分之一这个位置，然后往上折，往上折。然后这边中线要对准这边的中线哦，要对准好。就准好，然后压好。然后翻面，然后往上折，跟刚才那个三角形做对称。然后这边是重头戏，然后这边不是会有个开口吗？我要把这边塞进去里面。等一下，这个让大家看清楚一点，这样子塞进去，这个要慢慢塞哦，因为要完全符合。要慢慢用，慢慢推。
然后这样子有没有？这样子就会符合了。然后再做一个微调，因为这边会比较难用。好，大概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边有没有有个拼接的感觉，然后这边就稍微调一下就好了。这边会有点难调，那其实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已经有符合了。然后稍微里面做一下调整，做一下调整，然后让它比较顺一点。就是这个折纸呢，一定要动手去做，你才能抓到它的那个手感。然后这边嘛，然后往上折，然后你这个直线呢一定要对准，直线呢一定要对准这边的直线哦，要对准。折纸啊，要折得好看，就是把握一个原则，对称对齐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我们做一下修饰，这边有个角胶嘛，我们做一个修饰，这样子稍微折一下，一点点就好了，这样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这边折一点点，折一点点，然后做个修饰的动作，有没有？这样子都比较顺，这样子比较有种修饰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头做出来了哦。好，这边再好像有点凸出来，再用一下修饰，调整一下。好。头做出来了，那我们在第二章一样也是先对折成一个三角形。然后翻开然后再对折成一个三角形。然后翻开，这边对准中间线。其实这边的步骤呢，就跟前面的一样，只不过这边要全部折下去哦。然后这边对准这边的中心点，对准中心点。好。这样把它用好了，然后这边还要再折一次，那我们这边还要折一次哦。那这边如果你这样折的话，这边会跑掉嘛，所以我们这边要把它压着，就压着，然后这样对齐。压着，这边压着，然后对齐，对准中间的压线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做法，这边压着，然后往上。你如果你这边没有压着的话，它会怎么跑上去？好，对准了，然后放，然后这样子。好 ，OK。好，稍微再用一下。然后这边我们再往上折。然后做个压痕就好了，压痕，然后这边也是往上折，压痕就好了。我们做个记号，然后好了嘛，我们这边会有做个记号，这边有做个记号，这边有做个记号，然后往上翻哦。那刚才我们不是在这边有做一个压痕吗？这边嘛，这边或者这里。刚才我们不是有做个压痕吗？然后我们这边折一点点，折一个三角形，一个三角形，
然后再往后面翻一下，再往后面折一下。然后这边也是，刚才不是有一个小折痕吗？这边好，那这边再折一下，有个小折痕。好，那我们折这个折小折的目的呢，等一下就是要做一个修饰。好，翻开来，好，这边我们把它凹进去，凹进去，有没有？凹进去，然后这边也是，然后凹进去，好，拖鞋的底部就做出来了。然后刚才我们是做好那个头吗？诶，刚才真的跑掉了，再做一下调整，做一下调整。这边塞的话要慢慢塞，因为这个比较不好塞，因为要塞进去要符合那个形状。然后这边我们这边会有个洞嘛，要把它塞进去，好，把它塞进去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，这拖鞋就做出来了。然后做一下调整。背背。好，那就完成了，拖鞋就完成了。那刚才我们已经有做出一双了，刚好就可以这样子一双对称了。然后大家可以动手做看看哦，其实不会很难，只是在第一个做头的那个部分呢，要把它塞进去那个比较难一点。对，那塞因为那个比较不好塞，所以要有点慢慢的，要有耐心。好，自己动手做哦。那这个是用大杯做来做示范的，那你可以。你可以也可以用这种普通的纸，也是很可爱哦，可以做看看。哦，对了，我讲解一下哦，就是像我们这种大悲咒的纸啊，其实它拜神啊、拜祖先都可以用，所以就是等于说是两用呢。其实神明的话是不需要。这些东西只是表示我们的一个敬意而已。好，那大家就动手做咯。我们折纸，哎，等一下，打一下广告。小，这是晨晨的分享天地频道。那请你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那记得按赞、留言及分享哦，感谢你的支持。那我知道我有些观众朋友是属于国外的，那也写了英文让你们看哦。那 Thank you for watching, please like the video, subscribe my channel. 好，我们折纸，下次见，拜拜。